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这场比赛是在胜利台中棒球场所举行，由统一狮队先攻，兄弟象队先守。今天这场比赛的现场观众并不是很多，大约有4100人左右。比赛即将开始，先守的兄弟象队今天所派出来的先发投手是巴比诺，而在守备阵容方面，捕手洪一中，一垒手王光辉，二垒手吴富莲，三垒手陆易士，游击手葛雷诺，左外野手李居明，中间手王俊郎，右外野手林义珍。统一狮队今天的打击顺序是一棒左外野手江泰玄，二棒二垒手卡罗，三棒捕手孙志珍，四棒三垒手林克，五棒指定打击罗敏清，六棒右外野手李坤哲，七棒游击手罗国章，八棒一垒手郑百胜，九棒中间手吴林烈。回棒，回棒落空，好球。飞球投出，回棒，回棒落空，好球。飞球投出，回棒，好球。三振了江泰玄。二棒，二垒手卡罗。回棒。飞球投出，回棒，回棒落空，好球。飞球投出，回棒，回棒落空，好球。三振的卡罗。三棒捕手曾志珍。回棒，回棒落空，好球。飞球投出，回棒，回棒落空，好球。飞球投出，回棒打击出去，二垒之间的滚地球，快传一垒，轰炸出局，对，三出局，结束了这个半局的进攻。先攻的统一狮队今天所派出来的先发投手是王翰，而在守备阵容方面，捕手曾志珍，一垒手郑百胜，二垒手卡罗，三垒手林克，游击手罗国章。左外野手江泰玄，中间手吴林烈，右外野手李坤哲。兄弟象队今天的打击顺序是一棒游击手葛雷诺，二棒右外野手林义珍，三棒左外野手李居明，四棒三垒手陆易士，五棒一垒手王光辉，六棒指定打击陈彦成，七棒捕手洪一中，八棒二垒手吴富莲，九棒中间手王俊郎。一棒游击手葛雷诺。回棒打击出去，三友之间的滚地球，回棒，回棒落空，好球。飞球投出，回棒快速球，飞球投出，回棒打击出去，左外野方向的高飞球，江泰玄跳起来接 nice play， 漂亮的接杀。回棒好球，
飞球投出，范尼吉保球，飞球投出，回棒打击出去，二位之间的滚地球，快传一垒，轰炸出局。四棒，三垒手路易士。回棒落空，快失球。飞球投出，回棒保球。飞球投出，保球。三振的路易士，三分出局，结束了这个半局的进攻。